印度向拉达克增兵只是幌子，真正的目标是克什米尔。最新消息，印度在边境地区开火，打死100多人，敬请关注。近日，关于印度向拉达克增兵的消息不断放出，印度多位高级将领先后到访拉达克，官员也扬言不会后退一步，让外界以为印度军队已经调整了战略方向。然而，印度真正的大战略可能并非如此，向拉达克增兵不过是幌子，真正的目标仍然是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。据印度媒体最新报道，印军在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的绍皮恩发动了2次战斗，共有9名从八方渗透进来的武装分子被打死。印军近期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已打死110名武装分子。据印控克什米尔警方负责人介绍，8号共发生2次战斗，第一批从巴边境渗透进来的武装分子共有4名，与印军在街头发生遭遇战，4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，其中还包括1名指挥官。3个小时后，第二次战斗爆发，印军包围了5名武装分子，其中还包括1名高级指挥官，武装分子再次被全部杀死。印度官方表示，这些武装分子都接受巴基斯坦军情局的培训，此次渗透的叛军还携带有路边炸弹，计划发动之前炸死40名印度安全部队的恐怖事件。巴基斯坦方面对印度的指责予以反驳，称印度对克什米尔当地人的残暴统治才是袭击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。有分析认为，印度军队真正的战略方向仍然在克什米尔，在该地共部署有超过75万的军队和边防警察部队。在印度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政治地位之后，当地一直在全面封锁，手机通信和网络全部中断。印军一方面加强清剿武装分子的行动，另一方面与巴基斯坦不断发生边境冲突，双方在5月份以来已经发生了10几次炮战。印度情报部队声称，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有超过16个武装分子训练营，这些人最终都会回到印度加入反抗组织。不过，这些武装分子的袭击也可能给巴基斯坦闯下大祸。印巴在2019年2月就差点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，印军战斗机曾深入巴铁境内炸死了几只鸟，并表示成功完成了对数十名军警死亡的复仇。进入6月份以后，印度军队的注意力一度转向了拉达克。巴基斯坦突击队抓住机会，在当地发起了5次交火，前3次是比较成功的，后2次失败，说明印军已经再次把注意力放到了克什米尔问题上。印度很可能尽快通过谈判与邻居大国达成共识，全力应对克什米尔局势和巴基斯坦的挑战，值得巴铁警惕。